选择滑道的小朋友是谁？石明宇，你需要妈妈陪你上去还是自己上去？自己上。你不需要我陪你吗？不需要。你待会又拖我后腿。拖我后腿。我拖你后腿。啊、好吧。你待会又拖我后腿。拖我后腿。对，我往往是比较这样。别去了吧，算了，行了，可以了。你都是这样子。但是往往他反而是跟我朝着相反的方向走。哎，那个人你别那么冲动。哎，那个人你别那么冲动。下来的时候他肯定是会有一些那个姿势要求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定要。知道啦。真的不要我上去吗？不要。我不会拖你后腿的。要不就爬吧。来呀。爬就算了。加油，石萌。好的。所有的小朋友都开始撒开了玩了。本节目由千万妈妈都在用的宝宝树孕育 APP 提供知识指导。你上去了，跟我挥个手。我现在怎么跟他挥手呢？我想问。好，你想好了再滑哈。好，按那个要求来哈。嗯。不要呲溜一下就下来了，你先想好了哈。是不是？这时候有点害怕了。里面好黑呀。这个有点可怕。其实我觉得他上去以后肯定内心还是有点小后悔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来下这样抱好，然后呢脚往下面抱一点，对，然后一定不能打开手，明白？脚也不能打开啊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脚不要抬起来。石毛，你要躺下来。知道。手对脚呢？慢点，手往下面，宝贝，脚，我不怕不怕。哎呀，哎哎。